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洛夫斯基房车记。今天中午饭，我们的水果大餐，把这个房车里的水果消灭一下，开始减肥了。看我们这个加湿器又开始用上了，这边最近很干燥，有了海风之后啊，反而会特别干燥。这边现在的湿度是32%，勤快的大佐在打扫卫生，收拾，刚刚擦完地，然后就开始擦我这些小东西，把音响先拿开，美妆袋没有地方放，只能卡在这里。然后我的这个香薰好久没擦了，给它重新换一个香薰棒。哎，搞错了。这边还可以，还有我这个小绿植养了一年多了，看发了多少小芽出来。六哥，这个是我们养的最久的哈，嗯，特别棒，这个就一直在发芽。上次差点被我弄死。嗯，什么时候？就它水干了，我不知道。哦，你没加水是吗？没加水。这怎么会有个虫？拿个纸过来。那不是虫，那是芽。我操！哦，那是芽。是哎呀，我以为是虫，吓死我了！我说怎么可能会有虫？哎，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肉哥发现了。拿出它的小水壶喷一下，把这个豆膏打走。绿油油的，这个还是蛮好养的，有水就行。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太少了哈，就是株数。那个的话，你等到小的叶子长大了就好了，是吧？粘到了原位。我们这个放了一个那个魔术贴，就可以粘住，然后它就不会动。OK。把我们的坚果零食放到这边来，这样不会耽误到。我们主要的这个桌子办事儿啊，干嘛的都行。一会儿，六哥晚上想吃啥？像啥呀？这我现在是什么姿势？那是因为他这个带的比较低嘛。六哥晚上想吃啥？我个子矮了呀，对不对？我们吃那个吧，吃，清水烫，好久没吃了，又好久没吃，感觉我们每次那个每次都吃那种清水烫，嗯，这样才能看得到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只会做火锅呢。不是，关键那个东西减肥，知道吧？健康又减肥。别介，一大盆菜，人家好多人都说我们吃菜也挺多的。我那个东西不长肉啊。嗯，行吧。关键是那些油油的东西长肉啊，我们那个清水它是真的清水，它没有盐，没有油的。嗯，那正常来说，那个清水上是要放猪油的。我和肉哥，对，我们就想着就少摄取一点那个东西了。那个叫什么反式脂肪酸？嗯、对。我们还有那个吗？热水，咱们那天做的热水呢？烧。那才重新烧点热水吧，拿出卡式炉。
来一小壶热水，把我们的零食拿开。很多网友都说，哎呀，你们家这个地方太小了。没事，在我和肉哥的眼中其实还可以，小是小了点。就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桌，要用这个桌子烧热水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桌子上面的，然后放到这个旁边的这个叫什么延展板上面啊，就可以了。其实还好。把房车收拾利落了，其实挺简单的。陆哥拿到了，加满水，开火，开了吗 ？OK， 烧水喝茶，必须搞点茶点七七吧。哎呀，把这个小豆豆沙糕，只有两个了，拿出一个小碟子。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等会喝茶的时候可以吃，这样这个容器就可以丢掉了，咱们就不占地方。我和肉哥开始喝茶了哦。饭前，这个算是下午茶吗？对呀、啊，就是下午茶。我拿出我的小清单，肉哥拿出他，你这个是绿茶、红茶、红茶。这里面还有水吗？有水。那我先倒了。今天我和肉哥就不出去玩了。在家里玩玩也挺好的呀。在家里喝喝茶，坐着聊聊天，规划规划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再来个点，哥。嗯，好了。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强烈推荐，评论，转发。来，第一杯茶，敬大家。来，敬你们喝茶。哇，好茶。先和大家聊什么呢？聊一聊我们在这边等什么啊？对啊，我们今天就不打算出去了。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在等包裹啊。我们买的包裹，之前本来说是提前先买好的，但是呢，这个许荣姐他们来了之后呢，一直在动，对，一直在移动啊，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定下来一个地方。他们走了之后呢，我们就现在定了一个地方，就在烟台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威海呢？因为我们先在威海待两天，然后再去烟台，取货，对吧？买了一些东西啊，就是日常必需品啊。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我们大概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这段时间，这个山东这边开始降温啊，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还不够冷，对。所以说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继续往北走。去更冷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感受什么呢？就是其实主要是测试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改装的这个采暖到底怎么样。反正现在每天晚上都有个五六度的这样的天气，因为最近在刮风啊，就风比较大，所以气温会比较冷一点。晚上只有五六度，但是我们车里边的温度的话，大家也看过我的视频也都知道，我们测试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能够到达一个24-25度的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温度，那么也仅仅只用了2档的风啊，没有敢开6档。上次我们是开6档，开了6档之后直窜30多度啊，给我热得够呛。就说我们想着就是这次去更冷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测试一下它的这个
行不行？因为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说啊，就是我们装的这一款采暖啊，它是属于是主机得装在室内的，然后通过管子就是进气口出气口在车外这样去这个运行，因为它的那个进气的话在车内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内循环，这样的话就是更快速的能够把那个房车加热，然后能够持续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东西的话它是装在了车体的外边，所以说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我是准备去这个测试一下，如果说是不行那么我们再做出调整，再去车内去找这个安装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采暖去安装到车内来。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等这个快递啊，等到快递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着手去往更冷的地方走了啊，去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采暖，然后呢我们顺便啊再去感受一下这个床车的生活。对，就是因为去到零下的地方，持续零下的地方的话，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水箱里边的水啊这些全部都排干啊，排空，然后把这个房车变成床车，因为有水的话那个水管会被冻裂啊，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个损坏。那么我们就在车里边以后的话可能就是在车里边就是用那个桶接水，然后来用，就是比如说洗脸啊干什么的都是用桶去接水。其实呢这个反季节这样的游玩啊其实不是我们才有的这个念头啊，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房车小队不是都说了想去这个东北去过冬嘛，想去感受一下，但是当时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去成。那么这一次的话啊正好我就加装了这个采暖，所以说我们这次准备去东北那边去感受一下东北的寒冷，扛不住的话就赶紧撤，对不对？扛得住的话我们就玩一玩。喝了喝茶，突然和肉肉说，哎，咱们不如玩一下游戏，嘿嘿，游戏就开始了。白菜我们是在哪儿买的？好久了吧，在那个乡下那个地方叫临沂那边的一个县城嘛。对，你在那儿买的了，到现在大白菜还是挺能放的啊，今天就好好消灭一下这个大白菜。差不多了吧，还要吗？是上次青岛的网友送的这个肉汁渣，就是我们那边称之为的油渣。我们呢和他们这个吃法不太一样，我喜欢用这个煮到这个清水烫里边吃，哦，这个味道是老爽啦！开饭喽，开饭喽！尝一个纸渣，就是。这个我们那边叫油渣，这个东西全国都叫油渣好吗？啊，油渣是全国统称。统称啊，好香，加上我们这个贵阳的干辣椒，收集一下。哦，这煮出来好香啊。对啊，
然后这个是黄花菜，干的黄花菜。我每次吃这个清水上吃的这个辣椒，真的是 YYDS， 超级爽啊！香而不辣，好吃。那这样的东西既方便又健康，对吧？吃起来没有啥油，看看。其实它这个纸扎已经把那个油分啊，全部都已经炸出去了，干干的。